新剧《福尔摩斯拉》就快同观众见面，呢日陈松伶、陈伟、陈莹、江嘉敏、庄思明、徐荣、余德成、杨卓娜、林伟臣等一众演员齐齐以剧中造型现身宣传活动。专程由外地返港的松松难得同剧组再聚，都话勾起不少拍摄的回忆，特别是要穿着一件既华丽但又非常紧的戏服啊！啲洋装咧，成日咧好似咧，即系要好修身咧，会唔会为咗呢啲衫咧，即系都要可能要可能拍之前又唔可以食咁多嘢啊？咁样需唔需要咧？喺我嚟講咧，就係嘅，因為我連坐低咧啲米芝蓮啦，都切切切切切，即係咁樣。好驚啊！件衫仔變咗坐咧，我哋都要好嚇人坐，咁啊啲凳係唔會為你而設計噶嘛，咁你就變咗咧，你就要成日都係啊，挺胸收腹咁樣行路都要好似即係不過都唔理啦，因為查案咧，咁就可能連跑帶走咁樣。但平時如果即係未埋位嗰時候都唔錯噶啦，係嘛？都要我哋未埋位嘅時候咧，將啲衫啦、腰帶啦，全部拆曬先。拆我同阿陳瑩兩個咧，靚啡到啦，一要坐低咧就即刻拆皮帶，跟住之後咧除高踭鞋，係啊，踢拖咁樣。喺劇中飾演包租婆嘅偉哥就話好 enjoy 呢個拍攝過程，事關佢喺劇中嘅愛情世界，非常多姿多彩啊！我感情線多㗎，都係嘅，唔 dry 嘅，所以我好享受拍戲。我人生太 dry， 我好中意拍戲，喺戲裏面揾我嘅愛情世界。咁今次你同邊個最交集咧？其實今次好雜拍㗎，我成間屋咁多人，即係我啲租客，其實個個都好有愛嘅，所以咧喺呢個戲裏面咧，我係好泛濫我嘅愛情。係，但係會唔會有即係有時阿監製都安排咗啲好特別嗰啲戲氛俾你㗎？有啊，我個仔咯，我個仔同我最親熱。是这个已经是最亲密的。好亲密。是。陈莹、的神和卡文在剧中有段三角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乍听相信观众都会很期待。不过要数最具话题性的莫过于是陈莹和卡文的床戏啊。想起都回味啊，回味，你見到佢樣幾勉強啊！原來你收埋監製啊！因為我諗翻個場戲係幾特別嘅，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同一個女演員拍咁樣嘅戲，係啊，所以但你好似唔係好回味啫喎，回味佢一路幻想緊我係余德成咯，可能係咪會回味先？同兩位都冇回味嘅感覺，陰公，檢討下啦，余德成。